家好，我是 Rita，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太阳神老师又坐这里谈一谈。我今天想讲的题目呢，就是说我看我家里用我的亲戚他们的孩子有些都很小，那么我现在觉得一般的孩子呢，在现在这个文明的世界里面呢，非常早就早熟了。那我所讲的早熟呢，不一定是往好的方面。那么因为很多孩子现在从小就是4岁开始玩手机、玩电脑、玩那些游戏，是，然后又是在1年级学校呢就教这个电脑，可能幼稚园就教电脑了，所以这电脑是分不开他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说是说学习，但是因为所有这些高科技东西呢，谁的孩子呢就学了很多东西，可能是超过他们年龄的。那现在 internet 还有这个网络的游戏，还有听的音乐、看的电视等等等等，很多都是对青少年不是很健康的内容。所以他们就是从小呢，很多这些不好的这些知识就进去脑筋里面，所以青少年呢可能就出了很多很多的大的问题。那么父母也是很忙，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所以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老师认为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嘛。他们这种成长的话，现在这么小就遇到这么多这些事情，那以后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咯。如果今天全美国、全世界、全部的孩童都有相似的这种有点像脱节的或者是走倒退的路线的制度或者是事实的呈现，我想我们社会教育系统或者是国家的政策应该要有某一些的补强才是。如果不补强，就这样子的任由大家发展，那最后会得到什么呢？这个是一个问号。但你看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已经出现，他的确是没有在那边好好的去经营着，像刚刚你讲，是不是要把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有责任的每一个人把它教导，或者把一些不好的局把它能够转过来。你现在看这样子的人好像不多，但是在社会上挥霍的人，在社会上为所欲为的人的确蛮多的，这是我们细心的社会观察后得到的结果，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了，但是八九不离十是这样子。那像一个家庭如果有3个孩子，不要说父母了，就3台电脑、可能是3个手机，那么所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有很大的变化，不再跟父母聊天，你比如说你今天怎么样 How are you 这些都没有了，是已经都不知道怎么去了解对方心里面想什么或者关心对方。那么父母也是一样，有他电脑，有他的这个手机，所以永远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用这些小机器来控制他们的可以说是 lifestyle。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不是只是说美国，全世界都是一样，是东南亚、欧洲、美国都是一样。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像一个很麻木的机器人了，人跟人都不知道怎么去来往了。对，现在越来越冷啊、是大家每个人口袋都有一个手机，所以走到哪里经常手机要么震动，要么就有那个信息进来的叮声。那一般的人因为好奇都希望下一秒钟赶快去看手机里面是什么讯息，变成一个步骤了，是一种风气与文化，大家就要手机为生。这样子下去的话，对人间很多情感的交流来讲可能就很陌生了，陌生到最后那就没什么情咯。没有情的后面是不是随时说翻脸就翻脸？那所谓的翻脸就翻脸，他 有可能今天还是好朋友，明天可能可以拿把刀就把你杀了。而我们现在看现在很多社会问题的这些新闻不就这样子吗？原来是还可以的两个人，结果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个人就把对方给杀害了。现在社会上的问题啊，层层浮出台面，谁也不能说那跟他没关系，因为他迟早会要面对某种的机会，可能就是我们讲的那些不好的 case。 那怎么办呢？就是我讲的，那你就早一点去刺激我们的社会也好，我们的政府也好，能够有什么样的好的推动，让我们的人民或者小孩能够那比较稳一点嘛。要不然你说你靠读小学的小孩、读中学小孩，然后他们自动自发按部就班的这样搞，有没有？有，但是多不多？我看是有限。那他在中学是这样，那到大学可能很多东西
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还降低了原先的标准。你很难想象到原先会这个样子，这个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诟病就是没有人去看到，我是觉得很纳闷。但我觉得讲到现在是年轻人孩子，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长大，我们真的是非常 enjoy， 很陶醉在那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真的是像小孩子。但是现在小孩子呢，好像那一段的那些童真呢，都没有了。每个人手上就拿着一个机器，就是在那里比来比去的。那说他们所学到、所接触到的电子游戏啦，都是打打杀杀的，很小。是，所以他们对这个暴力呢，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如果20岁的小孩，他可能出生懂事开始就在玩那些电动玩具。而电动玩具市场最好就是那些打打杀杀的。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父母也不以为意啊，觉得 OK 的，哎，训练他头脑，哎呀，反应力太好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你看现在有多少这些社会的问题，什么把学生杀了，把什么坐车的时候这些乘客杀了，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为什么他会那样子？这是学来的，看到学来看来。再加上他自己如果曾经没有好好的把持某一点，然后等到一旦有人讲了那些似是而非的，他就咻一下就跑到不对的人那边。所以对这个整个世界来看，能够早一点把这心中的这个锁打开来，老老实实看清楚全世界现在的走向，然后把一些结论告诉自己，可怕在哪里，可爱在哪里，然后能不能够因为你的付出而改变了我们社会的一些风气或走向。要不然你说这个小孩子3、4岁就在摸手机，然后摸的他可能比你还熟，那后面的这个戏要怎么演，你是觉得很奇怪啊。你总不能让这个所有的人3、4岁都在摸手机，然后10岁就戴个大的近视眼镜吧。但是现在看父母看当事人他怎么抉择，这个是这样子。那我也觉得很多父母呢，他们也是社会的风气，以物质上你有什么来决定你人生的成功与否。所以呢，小孩子隔壁有人有个 iPhone 5岁，那我的孩子也要有个 iPhone， 所以都是这样子比来比去。所以毫无问题的就是给孩子他们所要的东西，因为这个整个社会、整个朋友圈子、家庭圈子、亲戚朋友都是这个趋向，他们也必须照这样去做，也是一种压力吧。但他们每个人都是在追求这方面，就是别人有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我们才赶得上时代。所以如果这么样赶时代的一个人呢，他一直在说冲啊冲啊，他可能到50岁、60岁、70岁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一无所有。那可能跟他的命有关系，可能跟他后来的习气有关系，但弄到最后会是赢家的人比较少。那这些东西我想你也不能说他当时那个没有注意是错，因为他不是这么认为。你说他错，他跟你对立了，对吧？但是能够把一些简单的方式让人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 room 可以去增长，可以做调整，然后有一些好的 program 可以帮助我们世人的话，也许会更好。那所以说好像是有点矛盾啊，老师。就是高科技的发达，我们人类呢的确是非常文明，也很多东西也在进步，但是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悲剧，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确，你现在人世间每天眼睛睁开，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文化各方面，在一个非常圆满的境界来看，应该是就好像一家人，然后你来我往。事实上你现在看现在很多人，你不要说一家人了，就哪怕是住在隔壁，他也不见得认识你。那很多东西你想到自己这样的思维，那也不会想错啊，那去做后面就错了。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在讲这些还要什么三省吾身啊，要多想一下再去做啊，现在的话可能他就把这个制式的然后就这么解决了。但是人因为没有硬心，没有硬心他就不会留住在自己的生活，那没有留住在自己生活，那我们就是很多习气在互相打架，这个就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这些高科技的发达呢，对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很多人呢，他们也认为这一块是必须要有的，所以就更
根本没有去注意到它伤害的这个程度已经多少会有多严重。嗯，那这样子下去在15年20年这些孩子现在几岁，当青少年成人了，嗯，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他可能人生在这方面是很多的知识，但是跟另外很多我们做人的基本的重要事情完全是脱节了。那个时候就有点可能是好像我们说的这个畜生的时间。为什么人之所以异于畜生，是因为人有理嘛，礼节的礼，对吧？但是一旦人这方面都觉得自己也没错，然后也觉得说来说去也可以解释，然后每天还这么过活着，是不是有可能他哪一天做出的行为你就很惊讶，怎么会是这样子，是人做出来的？那的确是现在已经新闻有了，你看那天新闻不是说什么在哪一省要上这个高铁，结果上不去，下来把公安都打伤了。那这就是自己有没有想修，他没想修，他觉得我什么大不了，我坐不到这个好车，你没有准时开车，我没有准时到，那我就要随便找个东西来 K 你，以泄我心头之气。如果是一个爸爸这么做，那他小孩在旁边看，你觉得那小孩会教好？不会。只是现在这个东西真的是一言难尽，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强了。因为现在大家不认同，现在的问题是你讲的再好他不认同，你说他读弟子规，他对我读弟子规，我礼拜一早上花个10分钟跟小孩混一混读弟子规，对不对？问题是小孩没读进去，跟没有读这本书一样。然后你说你要奢求小孩子还做到什么样的好处好事什么，那这个后面怎么看啊，是有点捏把冷汗。那现在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是不是一天过一天呢？那这个我们的宗教家又怎么想，要国泰民安呢？那如果明天一缸子teenager就在路上天天拿把手枪，觉得这是游战里面的游戏，那你的这个国家也不安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很希望能够有看到一些曙光。好像很难，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的教育呢，一些小孩子都是从这个 internet，甚至音乐的歌词里面，还有电视电子游戏都是暴力了，所以很多孩子也从小就接触到暴力，接触到比方说是喝酒吸毒，青少年或是跟男女的关系非常随便，而造成很多很多的悲剧。是，所以这好像是一直在往前快速的在跑，都是往这些负面的方向去走。不好的方向，觉得说以后这个世界，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还是小孩子的话，他们长大以后，这个世界真的是他们世界，好像是很蛮可怕的，看起来是好像蛮悲观的。你看到很多现实的面，他演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年龄，他怎么会有这种举动？那这些举动的后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没有教？但你看到他带着这个小孩的这个父母，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担心了。那这后面还有多少小孩像他这样？那学校没教，家庭没教，那谁教呢？社会教，社会教的话成本就太大了，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小孩子，我觉得他们在以后的10年、15年、20年成长，如果他们还小的话，一方面吧，好像是很幸福，一方面也是蛮可怜的。是，的确，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学好，因为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还有什么这些道德教育、什么教育，你还知道什么是对是错。像这些在美国生的小孩，他一旦懂事上学，他能学什么呢？他也就学那些数学、英文啊这些。那一下子他长大了，然后他又有他的小孩，哎呦，这个后面你真的很忧心了。copy 下去是，而且人家不说一代不如一代，你这一代好是这样，下代可能这样，再下代是这样，再下代那就没有了。那人类能不能够真的久久生存在这个世间，就得看大家怎么样去铺陈了吧，然后拿捏这中间的重要性，就叫一鼓作气的帮着天地做好，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应该静下来想想这个大方向，以后这些小孩子的问题，他们成长以后这个方向是怎么样，大家都有一负责任。如果大家都能有这个责任，这个社会它不光是在这种家庭教育的问题，它可能很多其他问题都改好了，一步正确了，那步步都正确，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那一环错了，然后另外一环说，哦，这个错的也是对的，所以另外一环要跟这一环扣的时候也错了，
那如果是大家都觉得要有礼貌，能够敬老尊贤，什么各方面，所以这种观念，如果今天大家都在推动，那我们明天就光明了。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要看大家的心呢？要怎么样来帮我们的社会做一个洗涤？是，所以大家应该都尽一份力，努力努力，是去为自己将来、为社会将来、这个地球将来去努力出一份力。这个很重要。很谢谢今天老师跟我们所分享的一切，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